Hello， 各位玩家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宝儿。现在房东二人组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，相信各位玩家其实没有看新闻，光是听朋友讲，光是看脸书，应该也略知一二吧。而现在呢，我们的龙叔可是非常非常慌张，要求大家立马一起寻找他的儿子房祖名哦。没有错，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游戏呢，就叫《全民寻找房祖名》。到底是什么一款幽默的游戏呢？让我们赶快一起去瞧一瞧吧。相信这几天新闻台不停轰炸，不用多做介绍，大家也知道龙叔的儿子在北京上新闻啦，他老人家简直担心死了。这次要和玩家推荐的这款《全民寻找房祖名》，就是要帮我们龙叔找到交了坏朋友的房祖名喽，着实考验玩家们的眼力与反应喽。游戏玩法非常简单，只要在一分钟之内找到越多的房祖名，分数就越高。每种分数也会有不同的过关评语，想要打到好成绩可是要多练练啊。除了用滑鼠玩以外，本作也推出了 Android 手机版 APK， 供玩家在通勤中寻找房祖名。有兴趣的玩家们赶快上网搜寻一下吧。